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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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我们弄死的，是他自己。他自己没办法自保。对啊，是他的问题。OK， 那这样剧情应该不会影响吧？应该会在那里吧？应该会吧。有扳手。那我们会开、欸欸。有大餐可以吃哎、欸。有大餐。炸鱼薯条、欸。你就把它吃了。我先把酒喝掉。大餐是我的、欸。我吃了。啊，那我吃什么？这里还有啊，还有一份炸鱼薯条。炸鱼薯条，哇，好好好好。这个炸鱼薯条最重要啦！看看哦，我来看，哎、欸，我把五十刀扔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把？没有没有，为了吃炸鱼薯条，稍微把五十刀扔一下，这也是很合情合理。啊，我的五十刀嘞！我那里扔去哪里？哦，这里这里这边。哇、哦，好啊！哎、欸，我扔好远。嗯，这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有那个、欸、Frank， 不是有这个？欸、有些是炸药肉。Whatever。有什么可以拿？是拿来引僵尸，然后会爆炸的吧？嗯。网球套装组合，三个休闲的。这炸药肉好可爱。木箱。Awesome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的帽子怎么不见？啊、我面包不需要戴啊。网球套装。啊，不要。要怎么换回刚刚的衣服啊？再点一次就可以了。再点一次。你变网球套装。哦，好，我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有来电，接下电话。Sugar Rush， 啦啦啦。裤子不会很紧吗？ Oh. 不会啊，我们这个多么的舒畅啊，看起来就变得非常的 sweetheart。哦，哈哥，哈哥。It's me。这边有那个哎、欸，悲惨结局。在哪里啊？外面。我觉得在上面的外面。有，你就走啊，找路上去看看。我正在寻找这里有没有可以爬，好像。哎、欸，这里啦，箱子里面哦、喔。箱子里。在箱子里。欸、好酷、喔。哎、欸，喂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检查。噔噔，好像很可怜。嗯，可怜。压路机、脚车，这些都是要原本有车子。走啦。好，我看一下那个武器有什么特别的。嗯。好像都没有什么可以造的。嗯。酒杯，怎么叫？在这里。哇，哎、欸，是1300公尺。一定要开车或骑车、啊，点多公里、哦，好多吃的。我有法国面包。好，走。有车有车，可是他不能开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居然可以，他烂成那样。感觉就是他们开来的车，欸、他们把这种烂车放这里，感觉随时就要爆了、欸。那卡车可以开吗？那台卡车看起来比较猛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开着这小车车也可以。凶哦！窗户都没了。借光，借光！我们这些僵尸，借光啊！完全没有速度了。太多只了，没你卡到，你刚卡到东西。有人在哭啊！借光，谁在哭？我刚刚听到有人在哭的声音。僵尸哭泣。哪里哪里？对啊，有那个生还者，那里在、哦、好好在房子里面。来来来来，我吃我的，哎、欸、我要吃我的法国面包，结果我就真的把它吃掉了。我的法国面包吃掉了，不、我来拯救你。僵尸大哥，我陪着他，他根本就只在里面发呆而已啊，他根本没事。啊，救到了吗？好像还不够。沙子子，有了。哦，还不好好感谢我们。OK。你有存血吗？没有。那就走吧。走啊。
其实生还者还蛮多的嘛。对啊。常常都会忽然间冒出来，还蛮好奇他们怎么生还的。全部都是僵尸在这里。对啊。哎，没路。要爆了，要爆了！快逃！这里可以走。哪里？这里啊。嗯。爆炸啦！不是可以直接叫车？我们还没有吧？没有。对啊。我们才刚玩没多久而已哦。这有台车。这里有白色轿车。枪弄掉。开车喽！Here we go！ 你说这台车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我怎么看起来有点红？我看是因为你撞到僵尸了。在这里居然拿拍摄的车，嗜血啊！啊，好血！欸，过得去，过得去，后面。我们要走左边。对。哼。哇，这考验我的技巧啊！还好我是车神。不然一般人可能就卡。欸，上面有新的超跑欸。超跑，真假？对，上面在车场，在车操场里面。你有看到？有看到？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开超跑。超跑，我不要这台。这什么颜色啊，莫名其妙。走那楼梯，走那楼梯。对啊，走那楼梯，所以我才特意把路都空下来。超跑，好多台哦。哎，验一台，验一台。验一台哦，我看一下往哪里。只有两台而已吗？对啊。哎，超跑也不得了啦。走啦。呼呼。来尬枪，谁先到达那个点，谁就赢啦。哎呦，好难开哦！有些那就是你这个平民命，连超跑都不会开。呜呜呜呜呜呜！哇，完全发挥出这超跑的该有的实力啊！哇，哎，这里过不去？过不去吗？嗯。我闪，我闪，他把我撞倒了。那你莫非一定要停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别的路。找得到路吗？刚左边我还没有特别看，因为我感觉想要走大路。哦，撞到我。这边有一条小路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走。如果也不行，就没办法。也不行。所以一定要走的。这边又挡住，都要走哪？哼，不行，不行，看来超跑也没什么用啊。有没有一切计算的刚好？哎，你步行也步行太远了吧？前面啊，这里啊，刚刚那里，哎，撞到你了！我靠！我靠！彩彩，我靠！你还好吗？我不好啊！你不要撞死吧！你把人撞倒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还好吗？啊，没事，是不是？啊，拜拜。”哎，有事我打到你！先打僵尸啊！莫名其妙，还笑，你撞倒人还在笑。一堆僵尸！哎啊，我知道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空间，我有那个炸弹。我滚！对。吃我的肉炸弹！呼呼呼！怎么弄进？怎么弄进？他怎么没有爆？打丢远一点！我都扔了，我都扔了。这边很多炸药哎，其实。有啊有啊，感觉炸出一片天了，炸翻天！炸翻天！走开！嘣！嘣！走喽，走喽！哦哦哦！前面一堆僵尸，还好我还有。哎，卡住了！扔！扔！
惨了惨了，要死了！完了，我死了！身为一个吉他手，你们是挡不住吉他手的。哎，这吉他好猛啊！呀！吉他，吉他没了。哦，你已经杀到前面了。身为一个武士，是不会逃离这个战场的。啊！背部受伤是武士的耻辱。啊！呀！好，走，杀出一片天啊！哎，你怎么走那么快？因为我快死了，我在想办法不要死。你根本不是武士。干嘛？你是要往有绿色超？黄色人那里找？哎，绿色超跑。我的车。哎，要解决那个，帮他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有点远。好多只哦，不能开着车去帮他，应该是可以。哦，好烦哦。我没撞到你，没有，我是说还好没撞到你。嗯哼。哇，你跑到那里算了，哎，我开门把他打倒。上车！哪里？这里。我们要飞下去了。Are you ready? OK， 走吧。Let's go。是要下去哦。哟吼！哎，可以耶，可以到对面耶。但是我掉下来了，掉下来卡住了。可是点好像在上面。真假？马上下车的意思吗？车子已经卡住了，你有没有一点能耐啊？车子，但有点尴尬，要爆、车子要爆了，要爆了，快逃啊！快逃啊！快逃！被车到了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哦，我们从下面也可以去啊，其实它下面比较没有那么多僵尸，有没有？这僵尸很少，才几只而已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没事，下面也可以。居然说我雷，我哪有雷？我这是那个跑车雷，不是我雷，我都不相信他。哦，闹钟响了，快九点了。嘿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走这。哦，在旁边。哦呦呦呦呦呦，放开我。这有升降梯也可以把它降下来，没办法，不行，没办法。那我们要怎么上去？想办法。哎，有一台修理车，应该有办法吧？我觉得这里一定有办法。我直觉这样告诉我，它不会那么简单让我们下来。Really sorry。我怎么觉得这里有点眼熟啊？这里是那时候我们在打那个，而且我在打看有没有什么食物。食物嘞？没有食物。这里没办法降下来了。哎，巧克力棒！我讲，快讲。零食。哎，我在吃零食啊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玉米。好，我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赶快打竞技场，不要干扰我。哎、欸，我被打到好后面了，我靠，我被打了200多，就这样。好多枪哦！哎，救命！嗯，怎么了？要拼命！不是，因为我现在有点忙。你不要。